你们到底想要做什么？你带我来百尺拳台做什么？你在这儿丢了一样东西。这些事这里的每一颗星星都是你过去的一段回忆。所以我的记忆是被你抹除的。我的人生也是被你操控的。是。那我是不是就是你们的一颗棋子？做什去找凉生的花，秋来春去中落下，日上月落，能否给你柔软回答？梧桐树下雨滴敲打，这只来魂回无暇。刚才你不应该那样对小环，葛统领竟然也学会听人墙角了。你只看见了小环对你的监视设计，其实他为你付出了很多，你只是不知道。我不想知道。
他曾经对着天罚时立过誓，绝对不会对你启用共鸣之术，否则他将承受天罚灼烧之痛。可是小华为了你却两次违背了誓言。第一次是在落日村，那时候你重度昏迷，毒性一时难以克制，他毫不犹豫启用共鸣术替你缓解痛苦。去，我曾明示不识此术，但是你重度太深，我不得不用。扁大夫，谢谢你昨天晚上救了我。你能醒来是因为你灵力充沛的情况。而第二次是在启魂宗总坛。那时候他也在害怕我失去神智吗？